潮水为这个沼泽带来新的生物，一大群鱼抵达这里，他们都是想在这里找些由河水在退潮那时候带来的食物的。在东南亚的沼泽区，蛇水鱼是专食跌落水面的昆虫的。他们有一种奇特的方法来捕食水面上的昆虫的。在他们的嘴上面有一条水虫，只要突然之间一吐，就可以好像水枪那样将水射出来了。不过在你争我夺的时候，他们就很难百发百中。所以如果有太多同类一起争食，他们就会采取直接攻击的方法了。